丝汪小菲官宣离婚，好姐妹林心如22日出席新剧活动，也被问到此事。之前有耳闻过吗？不知道哎，我也跟你们一样，今天看新闻才知道的。你们关心一下的吗？人家的家务事，因为我们。对啊，也是刚刚对，真的，我今天看到新闻才知道，其实人生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都是要好好的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之前去参加他们10周年的那个庆祝的时候，还没有察觉。要不要问娃娃的事情？问我别人家的事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小月来，你说一点吧。很荣幸。而演艺圈模范夫妻代表修杰楷也逃不过这个问题。我不知道，这我就真的不知道，有点错愕这样。可能我还没看到新闻，对。有没有关心一下他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没有那么熟啊，所以其实平常私底下不会联络。小 S 也都没有联络。我不知道，怎么会问到我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个夫妻好像经营婚姻不易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处之道？久了这边不知道，我刚刚去新竹那一组。啊，没有了，就是大家好好鼓励，对，都很重要，好好看戏。